头发颜色真的越来越不像黑色。谢谢大家晚安，草莓酱晚安。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晚安。你真的没有染发？我有啊，我上次不是说有吗？我没，我没有，我有说，我那时候应该讲日文，我有一点点，我有染，我没有说没有染哦。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季风亮，晚安。嗨，大家晚上好。我等等。日本的 Georgia 咖啡新上市。晚安，晚安，晚安，晚安。谢谢送我礼物，大家记得送我礼物哦，谢谢。林 M 姐，呀吼。然后这个衣服我很久没有穿，我真的很久没有穿。朱莉安，谢谢送我枫叶。谢谢林 M 姐的玫瑰，谢谢。我直播哪一次就没有穿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穿。哇塞，青天好正，只有青天吗？我青天就是比较坏坏的感觉，有吗？ちょっと青天不是跟平啊，青天不是平常的我。ヤッホー、ヨンガーヤッホー、関西バス、ブラックビート、はい、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メリンマーを。我不知道怎么。你骂我。我不会骂脏话。ハルさんありがとう、プレゼント。お、可愛いだって、嬉しい。可愛いかい？今天是不是很脚痛？哎，有一点呢，对，就是我比较有八加九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有一点 ，Yankee 不良少女感觉？今日，哎，今日可愛い，今日だけ。啊，勇哥，我讨厌你，你这样跟我说，所以你送我告白气球，快点。你这样讲不行哦。现在说不会骂人，会批，直播不可以说。比较帅的八加九。黄宇，晚安，美丽嗨。你好，你好，生气谈，晚安，大家晚安。
谢谢哈利桑的文手力。哎，大家喜欢吗？喜欢轻电的舞吗？轻电什么眼妆也有一点改了，改一点点，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对，但随便化妆，所以没有很好看。パジャマ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これ。これがパジャマだからかっこよすぎない？パジャマじゃないよこれ。パジャマ見てあげて、シャツです。パジャマじゃないです。妆感很好看，真的吗？有吗？谢谢欢愉。谢谢 Jimmy 做的枫叶。下走下来ですね。小硕，谢谢你。今天真的很赞，应该你我素颜你穿这个，我穿这个衣服你就觉得很赞对吧？笑死，不是睡衣，是睡衣风，哪有睡衣风好吗？又不是睡衣风。美玲大街头，等一下要去收保护费吗？要啊，要啊。谢谢金米做的金米做的文所力，谢谢你。青雨晚安 ，Black Beetle 耶，杨安兄 ，Tedo， 大家晚安。谢谢上次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送我礼物，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嗨，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们上次的直播，真的很开心。晚安，我知道了。你刚刚明明就在，每次是这样子说的吧？哎，我要放一首最近一直听的歌，超好听，但比较安静的歌，睡觉的时候听很舒服。应该大家都知道，知道。酷哦，谢谢吉米粥，金鱼晚安。这首歌很好听，叫做别问，别问很可怕，知道吗？美玲姐应该要大家自己买生鞋，这现在很有说服，可是现在没有卖吧？生鞋真没有卖吧？有吗？没有，大家应该要送我礼物吧？我要拿到，我要拿到，就是有没有关于钱的礼物？感觉没有，别问很可怕，就是他的歌名是叫做《别问很可怕》这样子，对，这首歌很好听。大家可以听看看，我最近一直找就是喜欢的歌，然后一直听，一直重复的听。他的歌超好听的，怎么不？下个月，好，大家下个月一定要买我的升学证哦，一定很好看，超好看的笑。虽然不知道下个月的升学证是什么，应该是很好看的啊，应该我知道了，对，超好看的，大家要很美很美的我。每个礼物都跟钱有关，那就什么都可以，大家送我礼物吧。待ってますよ、子供の頃の写真。好，等我。好吧，谢谢那个Black Beetle 的车子，谢谢你 ，Morris 饰演，直怀 TDB 本名，你好你好，李天点你好，谢谢店主的布布，生气党谢谢送我来见到，是双马尾的那种吗？算马尾？什么算马尾的那种？下个礼拜吗？什么意思？不可能是算马尾哦。生鸡坦，谢谢你，可爱哥哥你好。轿车。睡起来给朋友了吗？啊，还给朋友了吗？还没，我还有我家。他还不会用，所以我还有我家还有。哎，我头发真的变长了，可以绑这样子了。
耶、yeah, 开心。但我应该开如果疫情稳定了之后可能会去剪，对，因为现在美容院嘛理发厅都我喜欢啊，我常常去的地方都关了，所以对，然后那时候我也会染回来黑色。髪のおうち時間限定、正解、おうち時間限定です。おうち時間限定だから秘密だよって言って、え、谢谢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耶耶耶耶耶、谢谢你、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可是今天的我的感觉跟告白气球不适合耶，不太适合吗？我不知道。最後です。没有最後です。不是最後です。そう、髪のね落ち時間だからね。だからこのコロナ期間美容師が全然空いてないので、それが空いたら髪の毛切ると同時に戻してもらおう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う。跟他说现在疫情很可怕，解等解禁再换他。东西拿得够就最后就变你的了，不会，不可能，不会不会，我会换他，我会换。可以下载 Bombaman Online 不用钱就可，哎，我好像我的随机镜有下载耶，但我没有玩。ジョンカニさんめっちゃ褒めてくる。でもジョンカニさん絶対今アーリーのところで絶対そうだと思う。アーリーのところ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もジョンカニさんはねこの前髪の毛染めたの気づいてた。厕所应该不是新歌吧，我几年前好像有听过。对，不是新歌，是什么时候的我不知道，我看一下，三年前的歌。对，三年前，蛮久之前的歌。哎，谢谢马东石，这样念吗？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哎，好开心，而且送我两个，谢谢你，耶耶。马东石，这样念吗？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开心。早安，我来换你上次手什么弄给，好好笑，真的，你真的送我哎，谢谢你。对，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去阿里台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在看吗？那时候我想要送大礼物，然后我想要送，我送了一个 Mojito 酒的那个，然后那个不是两块两吗？我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我只是想送差不多50个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按一次就变成500多，然后我的浪花我花了1000多，然后我吓到。然后那时候就是阿里说，因为我很难过，所以叫粉丝送我，然后真的谢谢马东石，真的谢谢，还给我。对，我真的500多的东西，然后我花了1000多，因为那个是一个两浪花，对吧？对，我按到一直说他花了500多个的 Mojito， 我真的吓到，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如果我花了1000多浪花的话，我就不想送那个，我应该要送一个1000多的礼物比较好吧，比较有感觉。但是我就送了很多杯的酒，对，我觉得很好笑，笑到没关系。阿丽要生日了，就送给他了，送给他。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但大家有没有看我跟阿丽的直播？那时候我跟还有娜朱米讲电话，然后讲一堆很多秘密的事情。没有去的人就很
很可惜，我不会说了，我不会说那时候再讲再说的事情，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搞不好你会中好几百，几倍啊？你会中好几倍，什么意思？可是刚刚他送我两个告白气球，很开心。阿丽は優しいよ本当に。阿丽明天要生日了，大家等一下去阿丽台，然后叫他啊，跟他说生日快乐好吗？因为他明天没有要开，他今天开直播。很热。TikTok ね、さっき読んでなかったね。TikTok 微妙かな。TikTok ちょっと微妙かなって感じだから撮ってない全然。でもインスタだったら髪の毛を黒に戻してからならあげれ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まあフィルターでなんとかなるからねインスタとかは。多分大丈夫。人家是素哥素素哥。哦，我不会念，我第一次见到他。好，谢谢。背就有 bonus。昨晚熬夜了，肌肤变。你好，你好，大家你好。怎么突然大家都不留言了？为什么不留言了？话说你今天头发看起来颜色比较浅哎，因为这边上面比较浅啊，而且我上次是染黑色，我自己染黑，然后就变成超级黑，然后就不想要。我就现在染一点点，但我会如果啊这个疫情结束后，我还是会染回去。有时候丢两染发的礼物会是十倍奖励。いろいろおしゃれしてる姿好きだよ。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さこの期間ダラダラとかしてるよりもなんかいろいろやっ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て。今日も新しいダンス覚えたんで。あとで練習して明日撮れたらいいなーって。てかハルさんなんかさ YouTube の URL 送ってくれたけどさあれあそこから見れないのね、開けなくて見れなかった。大家有看我跳舞的限动吗？有吗？没有的话，竞选限动，从那边在那边可以看到。然后如果有点歌，想要我跳。就是想看什么跳舞，你们都可以留言，对，就给我小盒子，但是不一定一定会跳舞哦，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比较难的应该没办法跳舞，但是尽量可以的话我会学，但是有很多很多我想学的歌，还有我朋友也有很多想要看我。看我跳舞，然后慢慢拍，所以就是大家，慢慢等，慢慢等。以後気をつけます。全然、まあ、あの DM で送っ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そう、男的叫给马友简单的自己跳舞。好，男的就叫给马友。我今天也学了一首歌，但那个比较难，那个也是一个韩国的最近的歌，然后比较帅气的，然后有一点难，所以我刚刚学完，然后我练习完，然后如果自己有满意的话，今天或明天拍，对。
现在还有很多排好的吗？完全没有，我只有我现在可以跳的只有一首歌而已，因为我现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一天学一首歌，不是一首全部，是一首的副歌学副歌，但我是真的比较学的比较慢。对，然后我就学完之后一直练一练练练练，就是一天第一天就会练习，然后第二天就拍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肌肉酸痛，然后就隔一天休息，然后再学别的舞蹈这样子。所以我上礼拜就学了两首歌，但是然后就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就是上次播的也是上礼拜学了，然后礼拜六日嘛，礼拜六日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全身都酸痛。哦，张哥你上也好也好，昆奇克比啊，昆奇克比言ってしまった。やばいやばい，言ってしまった。就是什么结果就没有不会。对，我礼拜六日都酸痛，因为。我上个月都没有跳舞，然后第一天就开始真的酸痛，然后就礼拜六日都对很累，而且我现在做腹肌练腹肌，所以就是练舞跟做运动这样子，所以真的是礼拜六日都太累了，没有礼拜六日都是我休息，然后今天再学了一首的副歌，然后如果慢我有练好的话明天会拍这样子。誰が乳首や。ごめん。男子グループの曲？你可以给我留言，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跳，因为很难，真的男生的真的很难。我妈妈也有点歌 BTS 的歌，但是我觉得很难。如果可以学的话我会加油，但是如果学就是学的时候觉得啊我不行，我就会放弃哦。但你们就可以点看看，随便点歌，然后就看我会不会跳。等等，我刚刚听到ちく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讲什么。ちくわちくわこんちくわちくわちくわ。EXILE とか絶対無理なんだけど。那也啊。那这些快的两天就好了，那也蛮快的，两天就好了，差不多。但看我会不会肌肉酸痛。また半月おうち時間続くみたいだし、いろいろすること作らないとね。そう、もうね、家でねダラダラしてる自分が本当に嫌になっちゃって、なんか逆に変なことばっかり考えちゃうし、なんか嫌だなって思うことが多いので。やること作った方がなんかハッピーって感じになるので、そういう感じでやってますって感じでやってます。听到关键词我不知道啊。 The World Order さんの何、誰誰誰誰。なんか今日マジヤンキーみたいだね。なんかお父さんからさこの前のライブ配信見てたらしくて、なんて言われたと思う？売れないキャバクラ嬢って言われました。意味わかんない。なんかハッピーって言ってるのが本当にアホみたい。ハッピーです。アホです。アホはハッピーです。アホは世界を救います。もうね、ポジティブに行きましょうとか意味わからんわ。はい、売れないは正解。ねえやめて。え、しかもさ、ジョンカニさんにも言われたよね。え、キャバクラだ中文是什么？不知道キャバクラだ中文是什么？那个女生版牛郎。上次爸爸看我直播，然后他跟我说我很像没有人气的牛郎，女生版牛郎。是的，元気さんが作ったダンスグループ。え、わかんない。見たことない。那嘛，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舞蹈的话，你们在 IG 的小盒子或是限动都可以，就给我，
对，现在你们说我会忘记，所以你们再小盒子给我，谢谢。酒家女，对，酒店的女士，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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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にキャバクラ。なんでキャバクラなの？全然キャバクラじゃないんだけど。実際は北九州出身？うん、福岡です。北九州じゃんで福岡です。福岡県福岡市出身ですよ。明天安利生日，对，所以大家等一下要跟安利说生日快乐哦。可能已经有人跟大家讲了，但是你们等一下就去一下，但不要大家一次啊，大家一样的时间去，不然没有人会看我直播。爸干嘛讲话这么什么笑死啊？爸爸干嘛讲话这么狠吗？是狠？怎么念？很好笑吧？我爸爸妈妈真的是这种，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开放的，所以我也是比较开放的人，知道吗？我妈妈上次跟我说不更不好的，可能我不说了，但是不好的。お父さんだから言える。いやお母さんとか、いや言わない言わない言わないけど。很もうねひどいこと言われるからねひどくないけど別に別にいいんだけど、でもまあ普通に友達にも言われるし、まあいいよ、まあ、そういう系に見える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ね。アーリー今日圣诞配信、そうだよ、だから大家等一下跟アーリー说在直播、但大家不可以一次啊，全部都一样的时间去阿丽的直播，不可以哦。一个一个去，一个一个去。今天很多人在开直播，真的很多。那大家今天在干嘛？今天也是上班吗？大家都是上班吗？上班，上班。可是你已经从酒家女转性正斑马，要节俭的什么东西？斑马要节什么东西？よし、行っても戻ってきません。無理な？ジョンカニさん、戻ってこい。你有要脸直播跟直播吗？跟阿丽？那好啊，一下下好了，我要跟大家啊，我要跟阿丽说生日快乐。虽然是明天，爸爸是很常去酒店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是没人气、没人气的酒店？我爸爸不会去好吗？我爸爸真的不会，我爸爸真的不会。但是我爸爸的前女友是酒店的女生，对，我爸爸前女友是酒店的，哈哈哈。我明天上班，加油！上班加油！戻ってきますよ。ありがとう。有一次早上看的地下偶像，晚上又在酒店看到他，笑死。好像地下偶像是很多人在酒吧或是酒店工作吧，因为没钱啊，没钱。なんで親の元カノまで知ってるの？だからさ、なんかもうね、私たちの家族はね、何でも話すからね、何でも話すよ、本当に。何でも話す。まずお母さんに言われたもん。お母さんが、なんか、人気ないキャバクラって言ってたよって言ってきたから、なんか、いや、なんでキャバクラやねみたいな感じで言ったら、まあお父さんの、まあ、パパの元カノはキャバクラだからね、キャバ嬢だからねって言ってた。関係ないよみたいな。生誕の意思就是受保贺费的留什么不会念。てかキャバ嬢と付き合ったことある時点でヤンキー？元ヤン多分。だからこんなヤンキーみたいな娘が生まれてきたのかも。アリ十二点光波、你要几点联播跟アリ？当十二点的话，那我等一下再把最后一小时后是最后三十分钟也可以，等一下再
因为我是今天，我不知道，看看。好 ，Yankee 啊 ，Yankee 呢 ？Yankee 流氓。我不要哦，我不是，亲比啦。那个 Q 今天真的很像哎，有没有？有没有像？对我自己故意打扮成这样子。TikTok 何撮ろう？わかんない何撮ればいいか。流氓的日文是哦，なるほどね，なるほど，国道っていうの。可是我很喜欢这样，难道我喜欢？对啊，你喜欢啊？那你爸爸会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吗？没有，有吗？哎，有一些人的家庭会这样子吗？不可以穿这样子哦？什么？不会吧？不会，我爸爸妈妈都是比较随便的，所以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やっぱりおとなしいアイドルしか好かんから、アーリーしか、アーリーおとなしくないからな。阿丽全然おとなしくないからな。我有女儿的话可能会，那你会叫女儿不要穿什么？怎么样的衣服不能穿？爸爸是说记得要穿衣服就好了。对，那蛮不错的。对我爸爸是很好，我爸爸妈妈都很好。有一些会哦，真的没有哎，是怎么样的不行？衣服怎么样的是不能穿，有吗？当然是内衣内裤出去当然不行吧。还有什么吗？阿胆阿坦阿阿阿阿阿玩玩是吗？阿里还心去めちゃくちゃおとなしいもん。あれはね、装ですよ、装安静的女生。あんなに安静じゃないからな。不要穿裸的，儿子我不管。我是跟爸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不会穿裸的衣服，我都是穿很随便。但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穿裸的。可是我妈妈也会，我妈妈和爸爸都不会说什么耶。下次至少穿在有人气的桌子哎。那个不是衣服的问题好吗？不是衣服的问题，什么裙子不能太短，上衣它会不能开，哎，我不喜欢这种的爸爸，我不要，我不行。为什么衣服也要被管？不要吧，大家不要吧，很可怜的这样子。男朋友的话可能会懂。但是为什么爸爸叫女儿这样子？但如果假如有男朋友，然后男朋友说不能穿太短，我想说关你屁事。就是不能露肚子。可以吧，你いやあるからな。私は全然あの偽装っていうの、なんていうの、あれしないから、装しないから、口悪いって。肚子还勉强接受，有的裤子短到落半啊，那个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也不喜欢，但是哎，有一点不喜欢，那个有一点不行，自己的女儿要自己抱喝。他就说爸爸都会这样管女儿哎，哈，台湾的爸爸这么麻烦。就是会觉得女生要女生的样子，女生的样子是怎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可以穿自己喜欢的啊。好吧，那现在就是男生全部都给我消失在世界上。我觉得
没关系，我觉得我不喜欢光光我的，我比较喜我最喜欢自己的啪啪。台湾でパパ活できないねじゃないパパ活しないわ。日本でもパパ活しないよ。まず台湾でパパ活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管的，但我没有女儿，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喜欢做事情就好啊，就是让可能有可能是嗯，不要让别人不舒服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对。だからいつも金欠なんだね。あってねえ、じゃあジョンカニさん何ママ活でもしてるわけ？对啊，不要管管不可以。大家如果有女儿，不要管他们，不要管自己的女儿，不要管太多会被讨厌哦。日本的爸爸不用，我不知道哎，因为我爸爸是完全不会管的，真的不会，所以。虽然他会管我就是几点前要回家之类的一定会有，但是衣服什么打扮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其他人的我不知道耶，其他爸爸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我没有听过，我只有听过 男朋友会说。台湾应该也有爸爸活吧？真的吗？我没有听过耶，感觉没有。有，我觉得是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我觉得不知道。まあ何か養ってる？やってんな。我要考虑一下。其他男生真的很舒服，爸爸一定看得很痛苦。我觉得看年龄吧，十八岁了就随便吧，又不是一直都是在那个。对，我觉得不要一直管。美玲小时候有说长大要跟爸爸结婚吗？应该没有说过，应该没有。我比较那时候比较喜欢妈妈。有看过爸爸年轻时候的照片吗？有啊，当然有啊。哎。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爸爸那个抱我吗？打狗就是抱上去这样子吗？抱抱。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然后他就说我越来越重，我越来越重。然后他就说他不想要抱，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想要到五十岁爸爸要抱我，但现在已经我是十八岁了，我现在不想要给他抱。美玲也没穿太夸张了，不要太个，我不没有没有穿哎、欸，我有穿衣服好吗？不要太夸张，应该是什么东西？飞高高吧，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对对对对，就是孩子自己想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孩子自己有想清楚就好。有看过爸爸的酒店没前女友的照片吗？没有好吗？没有。没有。小山さん重い。重くないからな。放着爸爸难过，不然爸爸爆了。那个照片已经被妈妈，我不知道，我这不知道，没关系。妈，我就啊，我的反键，我就是喜欢自己的爸爸跟妈妈这样子。对，我就是喜欢。关灯。哦，好白哦。是不是我关灯超白，变白。变白。哎，我好想问大家，上次有看阿丽的直播吗？前天的时候有吗？有人有在看吗？てかこの髪型したら結構ハゲるんじゃね？
嘘はげん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どうなんだろう。そんな毎日はしないよ。でもこの髪型結構お気に入りかも。美丽有善有善趣。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我秃头这样子吗？是吗？你是我秃头吗？秃头吗？秃头。めっちゃ縛ってるやん。そんな縛ってないよ。これは髪の毛だよ。ゴムじゃなくて、これ髪の毛、髪の毛だよ。全然縛ってないよ。普通だよ。全然縛ってない。不是秃头，只是发量少。对啊，我发量少。我觉得，我之前有，因为我之前真的是秃头，这边超级开的，然后。可是现在比较好一点，所以没有到很想要，到有一点吧，有一点想要吧。晨晨妈妈，晨晨家是有卖那个洗发精，然后那个洗发精的效果就是有头发变多，会变长多发这样子吗？然后我上次想要买，但现在还没买，因为比较贵，那个好像一罐要1000多1000块，之后有钱的时候再买。晨晨家的，可以跟小千请教一下。我是因为我比较我是秃头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头发，然后就变秃头了。小千是就是他是。那你生まれつき就是他是本来就是头发的发量是少的吧。我是虽然少，但是之前是很秃头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有拔头发，但现在我没有拔头发了，所以我长肥了。回来生发水，生发水这样子吗？想要植发。晨晨感觉发量超，因为他每天都用那个洗发精啊，有可能是那个的问题。普通に悪口やん。生まれつきハゲとは言ってない。髪の毛が少ないんだと思う。小春ちゃんはね。チクランノイテシーランファじゃんねんま。チクランノイテ。大家送我礼物好吗？今天。大家都没有送我礼物。哦，谢谢送我告白气球，耶！等一下哦，出新单。谢谢送我的礼物。今日パーティーしてないし。じゃあパーティーしちゃう？パーティーしちゃう？パーティーしちゃう？谢谢天蝎座送，怎么念？什么什么？谢谢送我礼物。今天没有钱钱，没关系。请大家送我礼物哦，谢谢你们。谢谢生气的我来见到，是不是今天的衣服跟上次的那个灯是很适合？比较有感觉吗？我不知道。服がパーリーっぽくないだって。でもヤンキーっぽくない？いそうじゃん、クラブに。めっちゃ。クラブにいそうじゃない？わかんないけど。わかんないけど、今日はちょっとヤンキー風です。ヤンキー風だよ。スナックにいそうだって。なんで全部スナックとかさ、キャバクラなの？いた客言うな。
把不知道的 Yankee 背后那个灯好像是哦，笑死大家都，我是比较像那种人吗？好好笑。你亲天的耳环跟项链喊打对吗？我就故意啊，故意金色跟金色的有吧，ちょっとこうね可爱，跟爱心爱心的耳环跟这个项链，之前是金色的，今天是银色的，然后今天是金色的。我希望你还在。又打耳洞吗？有啊，有啊，有啊，我有打。这边是刚打的，算是三月的时候打的，对，这是三月的时候打的。对，这边只有一个，之前我打很多，但是全部都合起来了。还要穿什么黄裤跟白布鞋？对，但我今天没有穿那个裤子啊，我有穿裤子，但是不是那个长裤，我穿短裤。因为直播都看不到。小山さんいつかタバコも吸いないそうだね。タバコだけは本当に吸わないから安心して。タバコガチで嫌い。お母さんたちも吸ってるんだけど、お母さんたちタバコやめてって言ってるぐらい本当に嫌いなので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多久会合起来啊？因为那时候我搭这边两个洞，然后这边一个，然后这边有一个，对，一二三四，对，我搭四个洞，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很痛，这边耳骨超痛，然后我会头痛，可能打的地方没有对，所以头很痛，然后。这边是一直会发炎，然后我就拿起来的话，因为我没有，因为那个没有，刚打的时候我就拔起来了，所以差不多，哎，真的，刚打的时候拔起来一天就会合起来，真的，然后一直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自己打，自己传上去，然后就一直流血。然后后来就觉得麻烦，对，好像两三天就会管啊，合起来真的，两个礼拜的话应该完全没有动吧。一开始因为这边也是一直没有带的话会合起来，合到一半，所以我有说自己会这样撞上去，很痛。公司什么生日礼物送耳环吗？可以啊，可以啊，耳环可以啊，大家可以送我耳环。大家生日礼物可以送，就是好看的东西都可以。好像公司送不能送化妆品跟还有什么有电的东西吧，其他的应该可以。ファーストピアスつけておかないとダメなんです。そうだからこれファーストピアス。所以我现在这个是干打的，我还没拿掉，还没拔掉。但我这边好像有发炎什么，就有点受伤。ファーストなんだ。そう、これファーストです。そう、この前開けたばっかりだからファーストピアス。でもここはファーストピアスじゃない、もうここ開けて3年ぐらい経ってるから。这个爱心的那个地方是都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打的，所以已经三年，所以不太会合起来。对。自分の体に傷つけるとかね。傷じゃないもん、おしゃれだもん。でも顔とかには絶対したくないな、顔は嫌だ。顔にピアスしてるの私はできない。ちょっと
哎，大家送我，请大家送我礼物好吗？大家送我礼物。へそピアス？へそピアスもやだ、痛いらしいから嫌です。痛いの嫌いだから。なんかへそピアスってつけてもうずっと痛いんだって、だからしない。应该男生比较少打耳洞吧？应该大家都没有打吧？有打过吗？还是没有？完全没有。感觉大家都没有。黑色面，刚刚是不是说大家送我钱？对，大家送我钱，可是没有钱的礼物吧？那没关系，大家就送我礼物。心感哎，什么心感？怕动，怕动不敢。大家都说怕动，笑死。我一开始也是哎，我其实小时候一直跟大家说。我绝对不会打耳洞这样子，但是刚来台湾，来台湾的时候，台湾打耳洞很便宜，然后学校也没有要管耳洞的，对，所以我就突然想打，我就打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完全不会痛，很舒服，真的很舒服。今更だけど、ミレちゃん活発な感じが魅力だ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のね、まあね、元気だから私とか言って意味わかんないけど、いや、比较おしゃれだ才会打吧。我才不要，我不喜欢肚子的耳洞。你比较勇敢，骗人，没有，真的不会痛。大家可以问一下其他的成员，真的不会痛。耳骨有一点痛，但是这边完全不会。韩书伟太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想要打耳骨嘛，没有，我想要打这边。然后那时候打一次的是，我只是想要打一次而已，但那时候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就打一二三四这样子，一次打四个。美丽海来，阿丽米康嗨！大家送我礼物！整个你都没有送我礼物，快点送我！我用橡皮筋打耳洞都会痛了，不行，就是要打那种那个会这样子的机器吗？对。你好，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变态是这样子吗？就是这种的。可是我跟你们说，这个打这个的时候是这样穿的，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很多方法，大耳洞有很多方法。然后我这边的是超级痛，但有一个是不会痛，对，下面两个都不会痛，然后这边是痛，超痛。我先拿定速机试试看。定时机不行，太那个不行，很痛哎。但很像定速机的话不会痛，对。但是用手的比较痛。嗨，耶，我赢了！等一下，很久没有猜拳了，又猜拳了，送我猜拳。啊，我打可爱，怎么又打不出来？为什么？谢谢熊カニさんの車，ありがとう。耶，谢谢。为什么可爱变成？我以为是打变态耶。我不可以跟我说可爱吗？谢谢熊カニさんの車。なんかめっちゃ青いんだけど、青い車、かっこいい。動いてない。私のなんかライブ配信固まってんだけど、なんでだ。ちょっと待って、固まっとる。固まってますね。あ、よ。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固まっとる。あ、よ。多分これでも10位以内入らない。なんで？入ってるじゃん。入ってるじゃん。入ってる。シェーシェー。不要跳下来。入ってる。入ってる。嬉しい。やった。よ本番？よ本番吗？さっきめっちゃ固まっ、ああありがとう。マックス。めっちゃ来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つ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其他人也送我礼物好吗？可以的话送我都可以，送我酒也没关系，跟我一起喝酒。可爱在自带变金鱼吗？我试试看。真的吗？为什么大家不能打可爱？一起哎啊，输了。我输了。好像很厉害的礼物。对，很厉害的礼物，谢谢中国尼さん、ありがとう。小红红透，お金かかる女だぜって。お金かかる女じゃないよ全然。ありがとう。为什么是可哈？为什么不能打？不行啊，我绝对不打耳洞，我没关系，不用打。不用了，我要打免费的 Uber Eats 什么东西？可爱诶，真的打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爱吗？为什么有一些人不能打？可是只要打可爱的话，有没有可以打？是吗？意味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就是要写美玲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可爱，这样子就会变成敬语。卡尼达车这免费的 Uber 不行，你不可以这样说，哪有免费好吗？美玲心感，美玲我打打看。你なんで？为什么？大家现在真的有，我截图了，超好笑。哎，等一下，是真的打不出来是吗？谢谢追踪我，哎，大家好，美玲不可爱可以耶，哎，什么意思？ちょっと待って、今え今日の服もっと見せて、だって今日の服はね、でもね下がね短いからね、こんな感じの服、鶴なの、鶴です、かっこよくない？本当はズボンは着たいんだけどね。メリン可愛。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山美玲，你好。请大家追踪我的，我那可以，请大家追踪我的直播跟 IG， 然后大家送我礼物哦，好吗？谢谢大家，请大家送我礼物。红包，谢谢奶茶的 Mojito。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台打可爱就变禁语，为什么今天我这么可爱？我今天这么可爱，然后竟然不能打字。我以为大家都在打变态什么，结果是可爱，我要哭了。这是什么里没人气的穿着吗？穿着什么东西？没人气？有人气好吗？啊，对，我是日本人。大家你好，我是日本人。然后我是18岁。请大家追踪我，还有送我礼物，送我酒好了。可是好像有很多，不是有七包水之类的吗？我好像上次有看过七包水，就很可爱。美玲好可爱，谢谢 Niki， 是叫你吗 ？Niki 加加，谢谢。啊，不是，你是不是想要打字看看，所以讲美玲好可爱是吗？还是真的单纯的说美玲很可爱？我现在大家说可爱，我觉得大家只是想试试看。美玲不懂游戏好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谢谢送我玫瑰，对的，没错，讨厌嘞。不行，你要跟我说可爱，没有，那今天不能打可爱的话，大家跟我说漂亮好吗？我说漂亮，漂亮，漂亮。谢谢真恩的告白气球，耶！谢谢你，好开心。
米蕾ちゃんこんばんは、天宗こんばんは，美玲漂亮，谢谢。谢谢，美玲可爱，日文也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刚晚兰，请多指教，请多多指教。你好，你好。大家你好，我是 AKB48 Team TV 的小山美玲，我是日本人，请大家送我礼物，还有追踪我的直播，谢谢大家。可以的话，大家送我礼物哦。アルミ可愛い，不是，你是打日文啦、啊，用汉字，那个汉字的可爱那个字就不行吧？可能是你可爱到啊。原来今天太可爱了，是吗？レイチ可愛。なんで？なんで？为什么？意味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私はちょっとジョンカにさ、ミレイちゃん可愛いって送ってみて。ミレイちゃん可愛いって送ってみて、絶対出てくるから。请大家追踪我，还有送我礼物。どういう流れ？ねえ、なんでなん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是可愛不行哦。え。私はミレイちゃん変態じゃないよ。为什么？哎，不要听这首。我想听嗨的歌。这什么？雨露可爱，那美丽呢？谢谢，该该。凯宝是吗？追踪我，美玲漂亮，国语说得很标准，真的吗？小红透，谢红透，谢谢你。但我有时候还是会有口音，对，谢谢你。那请大家送我礼物哦，送我礼物，对，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就随便丢。随便给我礼物，还有追踪我，我就会开心，很开心。国语说的还不错，有吗？真的吗？谢谢你。やったやった、ありがとう。之前的话，我完全不会讲中文，真的不会讲，真的进步了很多。谢谢小红红透红透，追踪我，谢谢你。ミレイ美人、ありがとう。美人はいけるね。じゃあ可愛いわ。谢谢、送我モヒート、谢谢你、送我礼物、谢谢你。可能在美玲性感面前，因为哦，原来对，因为我太性感了，不是可爱。没关系。谢谢谢谢大家，记得追踪我哦。美玲是超可爱。中文真好，被子，谢谢被子跟我说中文很好，谢谢你，好开心，谢谢你。可以的话，请追踪我好吗？请追踪我的 IG 跟直播，然后顺便送我一下礼物都可以，随便送我。可愛いわ、ゆる復帰までキープさ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美玲可爱到被棒了，是还是变态吗？你店主是在打变态，或是变态还是可爱，哪一个？谢谢，这个怎么念念笑？阿泽这样念吗？谢谢追踪我，谢谢你啊，阿汉，阿汉，阿汉吗？怎么念？这样念吗？我忘了。メリンバリー、そもそも博多弁もダメか、バリかわいいって送って、なんで？そもそも你比较喜欢被是可爱漂亮还是性感？都喜欢欸，我都喜欢，都可以，就是夸奖我就好，还是说很好笑也没关系，对。我很喜欢被说很有趣，什么话很好笑这样子，我超喜欢。你讲日语我听没？
こんにちは、ミレイです。啊，米蕾です。我的日文名词是米蕾，对，大家可以叫我米蕾。性格也是可以的，美丽是百啊，不是，百变美人是吗？对，美林エロって言ってんのそれは。谢谢大家。米蕾楽しい，楽しいって何？耶、yeah, 我怎么可能说变态了，我以为是你说变态。你也有欧美人的武馆有吗？有吗？可是我是日本跟台湾的，没有，我是四分之一台湾人，然后其他都是日本的血。完全没有欧美的，抱歉，其实我们一直多打出打得出美林克，所以你们一直都在打是变态是吗？给游戏个文字杠，美林要生气，你们太无聊了吧？美林心中我是讲变态的人吗？对，所以你们在打，你们在打可爱还是变态哪一个？ねえ、なんなのマジで、なんなの、なんなの、变态打得出来，还是可爱？什么东西？我越搞不懂你们在干嘛，太无聊了吧？大家追踪我好吗？请大家追踪我，谢谢你们追踪我，还有。我忘记要讲什么了啊！送我礼物，谢谢你们。那你台湾人的部分是什么五官？我不知道哎，我都不像哎，有吗？你们觉得呢？你觉得呢？西啦呀吼！我这是哎，小硕你真的很无聊哎。可爱跟变态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不一样好吗？美玲你好美，谢谢。四分之一台湾人，对，我四分之一台湾人，我阿嬷是台湾人。谢谢睡狼什么什么饭追踪我。だる、だるすぎ、だるいって。ねえ、大家，你们这么无聊吗？你们做的这么无聊，好无聊、哦，笑死！我真的不行，我以为真的不可不难打哎。ミレイ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やっぱりおしゃれして配信は盛り上がるね。おしゃれして配信だがいいね。もう絶対すっぴんで配信しない私。今天是路上的是什么女孩？有吗？很多人说，哎，没有，今天是 Yankee 美玲，好像还真的都不像，对吧？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像日本人，也不像台湾人，是不是？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啊，而且妈妈爸爸都说我不知道哪里人的脸，然后台湾人也是这样跟我说。然后有一些台湾人跟我说我是泰国的分血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没有那个血好吗？我弟弟跟妹妹超级像日本人，但是我只有我不知道。然后我妈妈还说可能是爸爸不一样怎么吃。发心好帅有吗？今天第一次绑这样发这样绑哎，很好看吗？沙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騙されるミレイちゃん、いやいやびっくりしたんだけどマジで売ってないかと思って、もう何なの本当に、絶対わざと変態って言ってるかと思ってた私。不無聊的不会来找美玲。谢谢大家大家谢谢。可能长得像玫瑰有吗？有像吗？现在住在台湾，对，我现在住在台湾，对，我在台湾做偶像的活动，叫 AKB48 Team TP， 知道吗？
像台美凤姐，对吧？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还好。谢谢生物鼻心，耶，谢谢。快来挑战吧！哎，不要讲广告，不可以说。福岡美人でも全然こんな顔いないよ福岡に。田舎のヤンキーと大阪のヤマンマのコラボ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待って待って、誰が田舎のヤンキーと大阪のヤマンマ、誰が田舎のヤンキーやねん。全然田舎じゃないんだが私。谢谢在韩国太满了。真的吗？え、在韩国怎么样呢？过得怎么样？你可以分享一下，我想听。え、我想听。抱歉我不是老实歌手，不拿给你爱的灯把还有路过，不差巴黎也不太爱搜索，但我吉他其实弹得还算不错。你心里太粗留下了爱句，就那个太酷会来来挖鱼。以前说不一样，父母都骗，说是路边捡来的。对啊，叫美丽的日本人都是美丽的，有吗？是吗？是吗？田舎じゃなかったと？田舎じゃないんだけど、全然全然田舎じゃないんだが。看你阿美族的，哎，对，那个阿里爸爸，阿里的爸爸跟我说我是原住民。他一开始不知道我是日本人，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是原住民吗？”这样子，然后那个阿里说：“不是，他是日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说我很像原住民。下了爱句。太酷会来来挖鱼，一个月付费就不用看广告了，我不想付钱啊。七天要唱 rap 了吗？我不会唱，很难呢，很难，我没有练习，完全没有练习。我叫杰星，很厉害，他真的很会唱 rap， 我真的不会。大家请大家追踪我的直播，然后大家送我礼物哦，好吗？美丽的名词用日文怎么说？叫 Mirei， 我叫 Mirei， 对 ，Mirei 可以。谢谢被子的 Mojito， 谢谢你，真的有点像原住民，有吗？我也不知道哎，美玲跟杰西不行，我一定会数哎。但我想要跟他一起去 KTV 唱。阿里，你失礼言うな。多分ね、骨格が深いからだよね。多分そうだと思う。そうだと思います。这首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台湾人的写统很肤浅，不像日本很简单。对，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日本都是一样的。我要听，哎，那个什么，我听那个《飞带鸢》什么是吗？噔噔噔噔噔噔。我想听。突然想听，我有时候也会被问有没有原住民血统，真的，你会问我，你会不会问我 ？Fly out， 对，这首歌蛮好听的，很难，这首歌很难。只要带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就是云端对我没有期限，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对不起不敢回去，离开地球飞行为的地。好难，不唱了。酷美，嗨，你好你好你好。
我通常都是被问你是不是吃太多了。对啊，我也这么觉得耶，你真的吃太多了是不是？对对，嘿嘿，偷偷说我可以出了小群台语，我不太会。是小群台语是什么东西？郭贤、一凯你好，阿翔你好，柯美晚安。美丽有下说看看吗？没有哎、欸，因为我是不太会唱歌的，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什么 sense， 没有 sense。我觉得解心太厉害了，对。美丽晚安，爱翔晚安，大家晚安。我们要来跟阿丽联播看看吗？我来联播吗？都可以。这首歌了，现在这段有台语，我不会以外都还可以跟上啊。原来哎，这边这个有台语哦，是哦。解心海把日文加到歌词里面，太厉害了，我也这么觉得耶，真的，他唱歌很好听，而且他写的歌也都很好听，他做的歌很好听，太厉害了。如果他当了歌手，我一定会制止他。你们会听老舍吗？我之前以为台湾完全没有这种的歌，然后结果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我就很开心。所以我最近都真的很爱上台湾的歌，对，然后每一天都在听台湾的歌了。我最近完全不会听日文歌，听。なんも才能のないエマさんと違うね。本当だよね。羨ましい。有时候会听大学生的作品哦。我朋友也是会自己做音乐，然后我觉得很好听，超好听。台湾的老舍很厉害哦，我也觉得。偶尔会听。小关你好，あれ日本人ですか？日本人です。日本人ですか？日本人ですか？你是日本人吗？我是日本人です。こんにちは。台湾的老舍歌手有知道的吗？就是我喜欢，我会听的是比较最近的，所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阿叶跟还有老舍歌手，我就喜欢阿叶。阿叶，我听一推不过懒的更新，就是只听有听过的机位。我也是，我也都会听自己喜欢的歌手而已。嗨，日本人，マジ？マジ？啊，还有 Ozzy， 对我也喜欢 Ozzy。日本からコメントしています。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マジ？マジ？本当に？びっくり。嬉しい。こんにちは、日本人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Ozzy 真的很好听。マジですよ、やば。なんでランライブ？ランライブ？なんでランライブ？女朋友是做哪一种的音乐？一样 R&B， 就是像我听的，我常常听那种像 Ozzy 那种什么高耳旋吗之类的歌的那种感觉。对，哎，我今天超适合拉台妹，今天很可以播拉台妹。台湾の友人に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なるほど。こんにちは。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インスタグラムもフォロー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我来听ラッタイメラッタイメ。乱暴な曲ラップ全然ラップは全然そんなことないよ。我来听ラッタイメ。今天有没有适合？我不知道。一把火的高音。要嘞，要嘞。めちゃすぐ勧誘する。勧誘させて。これをどのようにフォローしますか？どうやってフォローするんだろう。わかんない、フォローの仕方が。でも
どうやってフォローするんだろう。多分私のプロフィール画面を押してポンってしたら、なんかおうって書いて、おうっていう字に書いてあるとポンって押してくれたらできると思います。左上をポチッと、左上をポチッと、左上こっちかな。ラタイメイ、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なんて呼べばいいの。マサノブさん、マサノブさん、マサノブ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ラタイメイか、ラタイメイ、ラタイメイよで、ラタイメイ、ラタイメイ、ブラコイできてる、できて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マサノブさん、嬉しい。ヨレヨレ、我想我想唱这首歌，可是很难。脱掉上衣，一夜唱过，脱掉上衣，脱掉他，看他脱掉上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え、なんでなんでだ、まあ、他にももっともっと可愛い日本人いるけどね。うん、私が一番可愛いよ。とミレイ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ちなみに福岡県出身です、福岡県出身です。台湾人の友人はアベマリアのファン、アベマリアさんのファン、なるほど。え、待って、誰だろう、もしかして違うかな、分かんないけど、なるほど。私は、AKB48 チーム TV の小山美玲です、日本メンバーです。私はね、そう、私は何が言いたいんだろう、分かんない、分かんない。美麗会戴帽子然后牙的很低吗？不会。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问题？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です。東京の方ですか、わかんないよ。ヨメリのファン、台湾で何年いますか。台湾3年目ですね。とても日本に私は帰りたいです。遊びに帰りたい。自己紹介できなくなった、自己紹介します。埼玉県、私は福岡県出身の小山美玲です、18歳です。自己紹介何すればいいか分かんないので、まあ何でも質問に答えます、してくれたら。帽子呀很低，那是一种 hip hop 的态度啊。原来我不会，我不喜欢很低，因为刘海会被压住，所以我不喜欢。辣台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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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不打口音。有了有了，口音。若いですね。若いですか？若いです。とても若いです。但是觉得这样美丽可能很帅。原来我不太会，试试看，改天试试看吗？那可能也要不吃早餐。为什么不吃早餐？ここでちょっと博多弁出すのがアイドルやろ。博多弁か。博多弁って何？15歳が台湾。そうです。いや、じゃ敬語喋っとったら私博多弁喋れんけん。喋りました今。喋れんけんね。美丽爱去卡巴吃手。什么东西？睾丸。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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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ちょっと。そう、十五歳からね、台湾なんです。十岁就被骗到台湾，到现在哪有被骗好吗？美玲喜欢戴那种帽子，牛仔帽、化妆帽等等。我想一想，哎，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词。我喜欢的帽子是我 IG， 我的 IG 有一个戴个黄色的帽子，你们可以看看。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为了与你相遇，你好，像什么不吃早餐是很稀罕的事。是哦，一首 rap， 是歌的名词吗？
ダジャレです。ダジャレなの？カバラ対面不会。今日本に帰ってもあまり楽しくないかも。まあ確かにコロナがやばいからね。やばいですよね。台湾もコロナちょっとやばいから今。埼玉県わかんないけどどんな状況か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コロナ本当にマジで。15歳でも19歳早すぎ。本当にもうおばさんなんだよね。そう、あの来月で19歳になります。大家下礼拜我就变成19歳咯。太快了。是一首歌啊。好，我听看看。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月是下个月。你才19岁哦，我是八，我现在18岁，然后下个月就19岁。对，哎，对呢，下个月6月28号就19岁了。我刚刚讲错吗？我讲错吗？对，是下个月。19歳でおばさんないで大丈夫。まあでも15歳から台湾に来て、もう19歳もう3年。あの時16の年の15歳だから、もう3年も経ったなって考えると、すごい数だけで見るとすごい年取ったなって感じじゃん。来週じゃない、是来月です。来月。是下个月、下个月19歳了。6月28号、大家可以记住、可以记。可以记得，可以记我的生日。6月28日が誕生日なんで、19歳になります。来月で、あと1ヶ月もない。我已经记得了，真的吗？谢谢你，很棒哦。あなた私の子供の世代ですよ。え、そっか、待って、ハルさんと一緒じゃんじゃ。そっかそっか。お子さん同じ18歳19歳。すごい早口で、すごく緊張。いや私もともと早口やからな。もともとめっちゃ早口だよ。超早口。さっきから早口じゃったくない？じゃったくないって。哀愁那个是贝雷吗？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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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比较硬硬的。我改天有改天直播的时候我带看看好了。下次直播的时候，所以要来哦，要来哦。先祝你下个月生日快乐，太快乐贝子，但是谢谢你。如果你六月底的时候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直播。最近聞かない早口、バリ早口なんやけどな私。早我中文，兔子你兔兔子你好。日本語を話せる台湾人はたくさんいますね。そう、みんなね日本語がすごい上手なんですよ。でも私は台湾に来た時全く中国語喋れなかったから、すっごいそれで助かりました。助かったです。コロナこんなにやばい状況で来月のミレの誕生日パーティーはもう行わないだろう。レックスにそもそも払い。本当にね。我来听不吃早餐。それは前で2年ぐらい中国語喋れんかったよね。本当に喋れなかった。本当に去年いきなり喋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なぐらい。でも去年もまだ全然喋れなくて、今も喋れないこと多いけど、前に比べたらマシになったかなって。你在台湾吗？对，我在台湾，我住在台湾的日本人，请多多指教。我叫美玲。学校で勉強しましたか？初めに塾行って、その後一般の高校に通ってたので、もう友達と話すって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ました。お友達と会話して覚えたから、だからちょっと下手くそなんです。おー厉害。你来台湾多久？我来台湾三年了。对，我15岁的时候来台湾，然后现在就18岁了。帽子是黑色的那个吗？不是，是黄色的帽子。对，请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哦。Instagram よかったら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よかったら、興味あったらフォローしてね。ミネちゃんあまり学校に行ってないらしい。暇人間。行ってるは行ってるからね。学校の
中半分は言ってるよ。中文厉害耶，谢谢。可是我真的之前完全不会讲中文，还是有不会说的中文，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教我中文。連続3ヶ月休みの暇人人間。それは学校行ってるからな。TTP のメンバーも日本語を話せますか？ね、TTP のメンバーは日本人メンバーがあと2人いて、で他には喋れる子が半分、喋れない子が半分。結構喋れるみんな。すごいよ、TTP のメンバーみんなほぼ喋れる。四分之二吗？我是四分之一台湾的，对，所以我爸爸的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其他都是日本人，所以只有四分之一都是日本的血统，台湾的血比较少。そう、本当に話せる子が多くて。やばい、これめっちゃウケ。小山美玲でインスタグラム検索ですか？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ぜひ検索してフォロー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一个人来台湾住吗？嗯，因为我阿妈是台湾人，所以我跟阿妈一起住，但是我快要高中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之后我再想要不要一个人住，但还没决定，但今年想要搬出去。一个人。フォローしま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マサノブ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のマサノブ M っていうやつは日本人、そう、マサノブさんは日本人です、日本人です。教我日文可以啊，教你日文，你想学什么就跟我说，我就教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可以查小山美玲，对，这样就有我的 IG，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谢谢你们。哦，谢谢兔子追踪我，谢谢。就我是一个礼拜两次会在直播。跟大家闲聊，这样子就是聊天聊天随便聊，所以大家可以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来看我直播，然后可以跟我聊天，对，我都会看留言，你们的问题都会回答啊，如果可以回答的都回答，所以大家就可以跟我聊天，对。是 AKB Play Team TV 成员都在台北活动哦，对，都是在台北活动，但是有时候会去高雄啊、台南，都有时候会去，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台北活动。所以虽然现在是疫情，所以不应该这个月的啊，不是下个月的，活动有没有办？但是如果疫情稳定的话，七月应该一定会有，我们一个月一次会有公演，就是表演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钱有空的话，就可以来找我。谢谢被子的莫吉多啊，莫吉多，谢谢你。跟奶奶住应该比较也是啦，对，也是，但是我还是想要自由。可以叫日本去到的，哈，是台湾的话有什么？台湾的话有什么？现在不能乱跑了，对，现在不行，所以稳定之后再跑跑跑。さっきあのマサノブのやつは日本人のふりをすると思うけど、日本人のふりはしていない。ねえレックス、你不可以这样说好吗？你就有一点没礼貌好吗？ちょっとダメだよそういうこと言っちゃう本当に。ね、え、マサノブさん。どっちなの？え、日本人でしょ？日本人でしょ？私は信じるよ、日本人だって。それでなんか台湾人でしたとか言われちゃった。私も人間不信になるからね。AKB是会有现场表演吗？没看过。现场表演有吧？最近的话 ，AKB 会有，有有有有有吧？我们之前是会去宵演活动，或是。最近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在乌梅剧场，知道吗？大家知道乌梅剧场吗？花山公园那边有一个剧场，然后在那边
我们一个月一次会有公有表演表演。对，コメントには責任を持っています。今日騙す、そう、騙さっき騙されたばっかりだから今人間不信なの本当に。结果对啊，我有一点想说是不是 Black Widow。奶奶也懒得管你了，对，奶奶也想要我跑出去。表演什么？表演？我是一个 AKB48 Team TB， 就是一个日本的偶像的姐妹团。然后表演的歌的内容是 AKB 那边的公演的内容，但是都是放成中文歌。那我觉得蛮有，我觉得。这样说有可能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比地下界偶像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真的是我们的舞蹈跟表演蛮有偶像的感觉嘛，就是我觉得很应该蛮就是很小很小的演唱会的感觉，对，比较小的演唱会的感觉，对，应该大家可以嗨起来，对。这样说吗？我不知道怎么说，但就是虽然是歌是我们的歌，但是对可能没有听过，但蛮好玩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也是可以在 YouTube 上找 AKB 或者 Team TB， 然后就有一些有我们表演的影片看一下。私は一番礼儀を持つのファンなのに、ミレちゃん君はひどいですね。そういう時だけ礼儀を持つファンとか言ってますけど、言ってますけど。到六月底都不会有活动。嗯，好难过呢，应该是七月再有七月吧。对不起，刚刚骗你，真的，我现在没办法相信别人了，怎么办？なら日本人にしかわからないようなことを聞けばいいです。何聞こう？何聞こう？いや、わかる。もう大丈夫。もう私は信じてるから大丈夫。日本人だって信じてるよ。信じてます。万千度很高的表演。对对对，这样讲。对，万千度比较高。对，真的。等等哦，现在现场真的很嗨哦。对，蛮嗨的。日本には分かんない。逆にミレちゃん分かんない。それは本当に確かにそう。没关系，等到下次活动买票来听听看就知道了。おばさんもミレちゃんのこと、おばあさんミレちゃんのこと我慢できないのか、ようやくミレちゃん家から追い出す。結構日本人、ここに日本人はね、3人よく見に来てくれます。而且歌主内容有点剧情的。对，真的，我们的歌比较有剧情的有意义的东西，对大家可以，而且离我们表演就是你们的坐椅子的地方跟我们的表演的地方就很近，靠很近，所以就很近的可以看我们。可以先去 YouTube 看《白色情人节》那个影片，体验共演表演跟粉丝打 call 风气。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看 AKB48 Team TB 在 YouTube 上有，对，可以查查看。或者是如果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表演的话，你们就追踪一下我的 IG 就知道了。那读书是剧群的那个部分，那个超级超级超级变态的，我真的觉得读。吃出是一个超级有剧情的东西耶，我觉得那个是被渣男玩的歌，我自己觉得啦，就是那个是女生是主角嘛，然后他有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他是渣男，然后就被玩，然后但是就是他要。但是他要感到这种就是变大人的第一步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たまたま日本人の名前でしたので来ました。あ、そうなん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え、でも AKB48 チーム TP のことは
もともと知ってますか？知ってますか？そう、私も日本人です。但是票很难买，所以要抢票。对对，没关系，没你可以信我，好，我信你哦。刚刚大家一直骗我，所以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了。好像很多人蛮喜欢看我们的公演，对吧？好开心。TTV 里的日本人算海外短比例最高的。谢谢尊刚的礼物，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请大家送我礼物哦，都可以，就随便送我一下礼物。多少は聞いてますよ。そうなんだ、やっぱちょっとは知ってるの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もしね、興味がなくても、まあライブ配信でたまに暇だったら見に来てくれれば嬉しいです。うん、在努力寻找你在哪。我是你是你有看影片吗？看影片，那个影片是我是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然后头发是这样子，那个有一点很久之前拍的。赌吃出超级变态，对，变态，不会觉得吗？但那个 YouTube 上的影片的歌都是比较可爱风格的，但是我们公演有差不多十五吗？四八九十十一，十五个吗？十五个吗？对，十五句，这样讲吗？我们有表演的歌是有十五歌，我不会讲歌子，不会说，但是。でもなんか然后那个歌里面有很多活泼跟性感、帅气，还有可爱的都有，对，都有，还有比较安静的歌都有，慢歌也有，对，不只是可爱的东西，所以真的觉得蛮好玩。啊，对，十五首歌，对对对对，十五首歌，对，十五首歌曲。然后不是，我不会讲那个歌主的中文。然后就是真的有很多风格的歌，所以蛮好笑啊，不是好笑，蛮好玩，很有趣，对，不只是可爱的，对，所以真的可以来看看。你好，大家你好。ね、インスタグラムライブねできないんだよね。私この配信でライブしてるんで、インスタグラムは基本ストーリーと投稿しかできないんで、まあ見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です。まあ暇だったらこのアプリね、まあ暇だったらこのアプリでぜひ見てください。对，读书是好像有点太，对啊，可是因为那首歌超变态嘛，所以超适合我，知道吗？大家你好你好。So, 那我想说你们喜欢哪一首歌，我想听。我好像之前有问过，但是再听一下你们喜欢哪一首歌。我是真的很喜欢读吃出。本当に So, 你好6月1号1日19点试播。你好。オケラ、はい、オケラが好きなの。私もオケラ好き。オケラ好きなんだよね。所以因为只要美玲在读这是 C 位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那是老师帮我们选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吧。然后舞蹈老师蛮喜欢看我读姿势，所以我很开心。我比较喜欢 Only Today。Only Today 现在没有那个哎、欸，没有表演了。可以在 YouTube 听。逆転の奇跡かな、逆転の奇跡かな、我没有跳耶。引っ越しました、引っ越しましたが好きなんだ。汽车伴奏放那心中锁，那天中国约好的那晚一波，虽然
松，不但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我，唱这首被自己对自己开口。我喜欢柠檬还有冰土。你比较喜欢慢歌吗？喜欢读猪猪，我也喜欢读猪猪。但是呢，读猪猪都呢，读猪猪跟哦，时光爱情 ，OK 啦，都读这个我が一番好き。怎么突然变超低？读猪猪，对读猪猪，看到就一打开。私はあなたの彼女になれますか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ね。わかんないけど。タタラタラ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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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だったら国語でコメン、国語でコメントするけどね。確かに。確かに確かに。いや結構ねここね日本人ってね嘘つく人がいっぱいいるから台湾人の人たち。喜欢冰土只是因为啊，那你应该来看我公演，然后你一定会喜欢上独自出，一定是。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哎，女朋友吗？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女朋友吗？吧。美玲喜欢独自，那喜欢主持人吗？喜欢啊，喜欢啊。そうなの？そうそうそう。だからね、めっちゃみんな嘘つくからもうね、信じられないの。誰なんだろうと思って。我最真实了。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可以。ちょっと彼女を流したい。不可以、怎么不可以。正直というのは私の名前ね。そう、あ、マサノブというのが私の名前ね。わかりますよ、あの名前でもマサノブって書いてが絶対日本人だなと思った。哎，我觉得我一定忘记了。ねえ、なんで遠慮されてんの？还记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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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不可以。正直点的，我的名字呢？可以用韩电的，先不要。미래可以。ネットの世界だから証明はできないけどね。まあ確かに。いいよってご遠慮させて。这首歌动作真的可爱，配上服装，对呀、啊。分かった、悲しい表情します。してるよいつも。なんだっけ。終わった。
了，完蛋。歌詞を忘れたのか、中国語の歌詞じゃなくてこれ日本語の歌詞知らないんだもん。日本時間で23時になるので風呂に行きます。そっか23時になるね。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ありがとう正信さん、今日あのフォローもしてくれてお話し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また来てね。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テンション真的很气了，完蛋，完蛋，忘了，我忘了怎么跳舞。わからない、はい、忘记了。また日曜の配信。何また日曜日の配信って。まだ終わんない。あともうすぐで終わりだ。早い。え、觉得快两个小时哎，这么快。完蛋，最后一首跳什么？我想，我要那个，我要回来。要跳什么吗？你们想看什么？李赛公演的，随便点歌。夺墨盖抓去突训，对我自己练好了。孟子中，孟子中好像可以哦，因为我一定忘了。我来，孟子中，欢乐。エログモンって言われる。最後の毒グモね。とてもいいふ。え、我有我还记得还记得。解封之后要，对，我一定会去自主练习。啊，他是真的那个哥哥。哎，日文版比较好听，我就比较喜欢日文版。等一下，完蛋，忘记了，忘了，我忘了，下次会再来看。好啊，贝子，谢谢你今天陪我聊天，下次等你来，等你来，谢谢你。ガチでやばいんだけど覚えてないんだけど。我真的有点担心下次的公演了。没关系，我会练习好吗？我会练习，我等一下练习。不可以，我一定会，我一定会。我是被打了，啊，好痛。真的忘记了，而且现在没有脚，所以我真的忘了。
有有有有。哒哒哒哒。我又记，我回了，我可以跳舞了，可以跳舞了。有有没有？有没有？应该有吧。いいんじゃね？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应该有吧，我来跳赌支持。我上次有跳过，但是我来跳，因为我赌支持一定会。如果不会，我不能谈 C 位了。我自己这样讲，然后就结果会忘记。不行哦，不行不行。等等，やばいね。有了，最后有回来了。会いたかったはね、この前踊ったけど、できるよ、会いたかった、多分。もう。半年もサボったらやばいよ。半年じゃないけどね。いける毒蜘蛛もいける。我记得耶，果然是 C 位。有哎，大家送我礼物，それが男なんだって学んだ。
有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有吧？有吧？有吧有吧，谢谢谢谢谢谢初心坦跟小啾还有 Lex 送我礼物，谢谢你们。下一首 Reset， 不行了，下次再跳啊，下次再跳。耶耶耶，有哎、欸，是不是？果然是 C 位，没有忘记。有有就是有有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跳错。哈哈哈哈。言いづらい聞いてないってください。おい、没有跳错，没有跳错，没有跳错，没有跳错就很好了，对吧？まあね、とりあえず我会练习，我好好练习。七月希望让你们看到我跟之前不一样的我，是一样的意思啊，不是一好很好的意思的。一样啊，不一样，不是更变烂的，变更烂的不一样哦，是变更好的一样不一样。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来开，等一下，等一下，哎，我想要，为什么？为什么？啊！我其实很想要跟阿里联播，然后就跟他说生日快乐。可是我直播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哎，那算了。ダメよりのダメ言われた。ガッサ 100% ダンスのミス、やめて。我会练习，我会练习，一定要练习。哼，太可怕了，被阿里封锁了。对，阿里封锁我。ミレちゃんは YDK だが。ありがとうハリさん。YDK です。やればできる子。やればできん子じゃないよ。やればできる子。あ、やらない、やらない。やればできる子だよ。ブロックされた私。つまみ。好像很久没有跳舞，好开心。やらなできんこ、やればやから、やればやから。そう、やらなできんこはマジで合ってるから、本当にやらないからね、やらないから私。好，谢谢你们今天跟我聊这么久，谢谢你们。下次的话，我想要啊，下次呢来继续跳舞，好吗？继续跳李赛公演的歌曲。然后我会练习的，我会练习。ようやくって何やねん。我来念排名咯。从第十名开始，第十名是林 MJ， 谢谢。第九名是哈里さん，ありがとう。第八名是吉米周。第七名是这个怎么念？天蝎座怎么怎么？风楼面马四对，谢谢你。なんか音楽なくなっちゃった。適当に流すね。で、第六名是生气台。长时间发酵。不要广告。一个三线小明星，还幻想成为严家少奶奶。给你500万。好，第五名是勇哥，谢谢。第四名是初信丹，谢谢你。第三名是曾安，谢谢。第二名是马洞石，谢谢。第一名是中干你酱，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们今天送我很多礼物，然后陪我聊天，谢谢你们。怪我さえしなければ大丈夫だよね。怪我本当につらみ。好久没看公演偶像动力快不出了。大家那誰がチャイね。ジョンカ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ちゃん、ジョンカニタン、ジョンカニタンでいいじゃん。ジョンカニタンありがとう。まあってことで、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聊这么久，下次见。好，谢谢你们，我要关直播了。明天上班的嘞，加油吧，大家加油，拜拜。再见再见，然后等我拍跳舞影片好吗？好，拜拜大家，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拜拜，晚安，拜拜，下次见，拜拜。